Hey, dude, you look very exhausted. Haven't you found the elevator? I didn't know there was an elevator. Hey, man, what do you seek? I seek the village on the hill. And what would you wish to do in the village on the hill? To interview the greatest rock band in the land. Well, let me give you some enlightenment. Just go straight until you see the 7-Eleven convenience store. 7-Eleven. And then turn left. I think you will get what you want. Thank you.对于好多可能比我们更小的，或者说还在大学里，还在高中，但是也很爱音乐的人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坚持走下去，坚持写自己心里的东西，别被太多物质或者是什么东西去影响了。坡上村是应该是要是最早是2007年，我们在大学里，然后是因为我们大学是国际关系学院，然后国际关系学院那个车站的名字叫做坡上村，所以当时我们音乐协会几个人就组了一个乐队。我在香港待了19年了，就不想再留在香港，觉得香港太小了，然后很想离开这个地方去看看世界。然后世界在哪儿啊？世界在中国现在啊。好，中国哪里了？在北京，在首都。就因为我来北京主要是想体验生活，对，也不是为了做哪个职业，对，我来主要是因为我是希望读完本科就去读音乐的，这个也是家人父母给我的那个，就希望我这样比较好。那个我也是北京的，然后玩音乐，我大学毕业之后一直觉得就不想上班，不想早起，因为我就特别受不了早起。其实大家都不愿意早起，但我就是觉得，就能不早起还是不早起，所以我就走上音乐这条道路。然后，就反正就是发自内心的是这样，就觉得就可能虽然是收入上可能少一点或者怎么着，就开始比较艰苦一点什么，但是就是一是自己喜欢嘛，二是又可以不用早起，就是喜欢音乐嘛。做音乐就是因为喜欢音乐，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理由。就像很多人他就喜欢做菜，所以他就当厨师了，很多人他就很喜欢科研，他就当科学家了。我几大爱好之一是玩乐队，然后还有就是旅游。我们乐队现在也会时不时的到外面对对对，就当一边旅游一边演出是一个特别 happy 的事情，两全其美。对，两全其美。这首歌其实写的特别早，应该是高中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写的。对，然后就是也是就是因为我是反正我然后我是因为 Beatles 反正我然后我是因为 Beatles 看了 Beatles 的演出，然后当时他们那张有一张 Number One 嘛，然后就开始想唱歌想弹吉他，才开始做乐队，才开始写歌吧，所以就是受了很多 Beatles 影响，所以可能就是有这么一首歌，然后来给这个乐队。粉红的照片，四张微笑的脸，带我回到黑白的40年前。窗外的恍惚，小巷深处，潮流的顶尖处。长长的头发，拿起了吉他，唱着动人的歌声，沙啦啦啦，穿上了西服，灯光亮出。
就像泛黄的照片，撕着微笑的脸，带我回到黑白的四十年前。城外的荒芜，小巷深处，潮流的顶尖处。长长的头发，拿起了吉他，动人的歌声，沙啦啦啦。穿上了西服，灯光亮出。照片撕着微笑的你，带我回到黑白的四十年前。